伤透你脸颊。给阿英延续寿元？没错，你是水凝神兽，你可有办法？这是逆天而行的事啊，太难做到了。你要是有办法告诉我。这个有办法就说啊，碧波，人命关天，你别吞吞吐吐的。我倒是有一个办法，但我也不知道行不行。什么办法？我们水凝兽一族除了罕有的神兽，一般的族人性命都不会太长久，也就活个几百年而已。当年有一个前辈不信天命，一生钻研炼制能够延续我们水凝兽一族寿元的化神丹。化神丹？想要炼成化神丹的话，就需要炼化之人以百年灵力为代价祭起丹火，还需要三味药引：一为药族至宝至魂草，二为天宫玄齿神鹿，三为一颗修炼万年以上的飞兽内丹。万年飞兽内丹？无论仙妖飞兽，内丹即为性命，要取这最后一位药引，无疑要伤一条性命。没错，一命换一命，要想续命成功的话，就需要用另一个人的命来换，这太上天合了。我们水凝兽一直以来都是以救死扶伤为己任，所以最后我们举族同意放弃炼制化神丹。我是不是只要收集到智魂草、玄齿神鹿、一颗万年飞兽内丹，再加上我百年灵力，就能炼化出化神丹？对，我知道了。阿金，舒儿，一月后重阳，我在天宫迎娶你。舒儿，你真的要嫁给蓝风？嗯。你可想好了？父王，从前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白鸟岛，但只有这一次，我想为自己的幸福争取一回。只有蓝风，他看透我心中所想，却依然毫无保留地爱我。得此良人，今生无憾。古姬，蓝风帝君，我想用玄齿神鹿炼丹，但神木万年才开花一次，还有百年才到花期。我知风渊陛下在离开之前将他那瓶神鹿赠与帝君，古静想请帝君相见。之前惊雷仙尊被赤焰刀所伤，用过半瓶，现在仅余半瓶。这玄齿神鹿乃是治伤救命的灵药，也是天宫的至宝，你刚才却说要用它去炼丹。我的师妹阿英为了助我收集凤影仙缘，失去了寿元，如今正昏迷不醒，古今也是万不得已才会。你是为了阿英女君？这瓶神鹿你拿去吧，但愿可以救阿英的性命。帝君大恩，古今铭记于心，日后若是有……古今仙君不必如此，人命关天，这瓶神鹿乃是天地所留，我不过是略尽薄力。仙君快些拿它回去炼制丹药吧。待阿英的病好了，千万不要错过本君一月后的重阳大婚。大婚？陛下与华叔公主？恭喜帝君。李羽雀冠是我百鸟岛历代孔雀王的王冠，当初我愿意用它换遮天伞，是因为情况危急。如今，你要用它为你师妹炼制丹药，恐怕我父王和族人……只要殿下愿意借出，无论什么条件，古今都会答应。
真的，无论我让你做什么，你都会做。这是一方代表承诺的寓意，日后殿下若是需要古静帮忙，拿出这份意义，古静必当义不容辞。 好，去把灵羽缺棺拿来吧。多谢华叔殿下。没想到阿英在你心中竟是这么重要。阿英的命对我来说，比什么都重要。 多谢殿下，您为何真的答应将我百鸟岛圣物借出，去救那个阿英？我既已认清自己的真心，马上要嫁给蓝风了，那过往的一切便都放下吧。就像蓝风所说，今后的日子，我也愿意努力去做一个更好的自己。大婚在即，结此善缘。 燕爽和阿九为小师姑吃了不少仙丹，师傅也为小师姑输了不少灵力进去，可是，一点用都没有，他就是醒不过来。急死我了！要不是燕爽公主拦着，阿九早就带着小师姑回妖界去了。这会儿只怕都拦不住了。师兄呢？他们怎么没拦着？偏就是现在，点九星灯仪式不能再拖了。如果错过了这几天的星象，再有点九星灯就得一个甲子之后了。师傅和师叔只能先去衍天殿施法点灯了。 燕爽，你别逼我！我不会离开这里一步的。哎哎，别打了！小师叔回来了。阿九，古静，你总算回来了，怎么样？找到办法了吗？你到底怎么回事？你说你去找碧波，为什么有人看见你去了百鸟岛？你若是救不了阿英，我立马可以带她回妖族救治。我去百鸟岛，是为了凑齐给阿英炼丹的材料。碧波说了，现在要救阿英唯一的办法就是炼化神丹，但其中一味药引要用到万年灵兽内丹。 所以我才去的百鸟岛。那你找到了吗？除了兽丹，还需要什么别的材料吗？找到了，但现在我还缺最后一味药引。你看我干什么？还缺什么？你快说啊！我现在唯一缺的，就是妖界至宝——炽魂草。炽魂草。等着。等等，我跟你一起去。 神剑，是怎曾经说过，混沌之血可以解三界一切毒，我已经知己，只能先用我的混沌之血试试了。动手！动手！与你手随随，朝朝。
慢点。我们怎么会在这儿？你献祭了自己一半的寿元，身体怎么可能吃得消呢？我跟师兄都希望你在大泽山好好休息一段时间。我是不是要死了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怎么可能死呢？因为我听青音说过，若是仙族的人头发突然变白，这便就是天人午睡。他胡说的，别看了，你只是有些受伤了，你就在这里好好休息，按时吃药，很快就会好的。那我就回凌云山去休养了。不行，虽然是小伤，但我跟师兄都希望你在这里先把伤养好了，等你好了以后，你想去哪里都可以，但现在你必须在这里休息。阿金，我用寿元换凤仪仙元，是为了还你教养之恩，并非是嫌恩图报，也不想因此纠缠你。我知道，但现在我放心不下你，师兄们也放心不下你。他们接下来一月要去炎天殿护法点燃九星灯，要是你突然走了，他们要分心的。而且燕爽也已经在天宫给你告了假了，就是为了让你在这里好生休息。若你执意要走，那你去哪儿我就便去哪儿。那好吧，那我就待在这儿。我这段时间会在后山闭关修炼，你有事随时找我。你怎么了？没事。阿青为什么这么反常？神色也如此憔悴。今日我算是见识到了什么叫做家贼难防。今日无论你说什么，这魂草我都要带走。我倒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。姑姑，你竟真的对我动手。我狐族已经容不下你这种背弃族人、背叛父母的逆子。你想要拿走炽魂草可以，把檀木串珠还给我，从此我们姑侄恩断义绝，再无瓜葛。姑姑，父王母后都已经不在了，你现在是我唯一的亲人，我真的不想和你离心。你若还认我这个姑姑，那就去和仙族彻底划清界限，并将他们如何一步一步诱骗你、离间你和族人关系的真相说出来，给其他族人以警醒。没有人诱骗我，更没有人离间我与狐族的关系，为何你现在变得这么固执，对仙界的偏见如此之深？何来偏见？明明是你被仙族迷得是非不分，现在还有脸来质问我？我已经给过你机会了，你若还执迷不悟，不要逼我召开全族大会，正式将你从狐族除名。
凭什么？就凭我是异族之王，就凭你屡教不改，非要盗走狐族圣物。好，就当我阿九从此再没有你这个姑姑。手上还你，指魂草我必须带走。怎么解？用你内丹灵力破解即可。还有，寂灭轮是我父王的贴身武器，已与我建立契约，我也要一并带走。随你。别费劲了，我的一半魔气已经附在他身上，这次你不可能护得住他。对了，我还担心九星灯会破坏我的计划，谁知你的好侄儿要晋升了，正好我的魔气可以助他晋升，好让他成为我的厉害武器。所有你在乎的我都会回给你看。拿着。阿九，别废话。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阿英，与你无关。你赶紧去炼丹吧，我们去看看阿英。啊，他方才醒了一回，但他还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，包括炼丹的事情，麻烦你们帮我保密。放心。走吧。可别说啊，就你高价这几天，司兵殿的仙亲们都可想你了，天天念叨你。尤其是傅晨，虽然你给了他这梨花酿的秘方吧，但是他怎么都酿不出你那个味儿来，把他给愁死了。那你这回回天宫的时候，帮他带一点回去吧。行啊，他正有此意。你许久不回天宫，真的可以吗？哎，你都不在天宫，我还去干嘛？再说了，我父王的寂灭轮已经拿到了。Thank you.
面轮吧。哎呀，我看看。哎，给我看看嘛。哎，就不给。我看一下，你不要那么小气吗？你凭什么给你啊？我看一下。你干嘛呀？我看一下，你又不少块肉。不给，就不给。哎，来啊！哎，你给我看一下。不给。小气鬼。不给，就不给。你给我看一下。来啊。给，哎，我给你看我的鞭子。我不看。你给我看这个，咱们换一下，换一下嘛。谁要跟你换？阿九。阿静那么懒散又贪玩的性子，怎会日日闭关修炼呢？他是在躲我，因为内疚而不得不对我好。古剑，古剑，嘘，阿姨睡着了，怎么了？红衣要晋升了。他现在在哪儿？阿九居然选择在偏殿晋升，这离天殿太近了，师兄就在隔壁点燃九星灯。那雷劫到来之气，不会伤到衍天殿的九星灯吧？要不要我带他离开这里？现在来不及了，阿九已经入定，气息不稳，我们随意挪动他，只会破坏他的防御之气。我先布下结界，护住衍天殿，之后一定要看好他。嗯，那也只能如此了。我头一次见你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怎么会有这么傲慢无礼的小姑娘呢？头一次，是在天宫你送了我一袋星辉的那次吗？那时我可是大姑娘了。其实早在那之前，我就见过你了，你怕是不记得了。很多年前，白芷天后在梧桐岛举办群花宴，我也受邀出席，你随你父王一同参宴。你那时就认识我了？那时我还太小了，仙力也不高，没有人在意我。明明是个小丫头，却比谁都要强。天后身边的侍从怠慢了孔雀王，还被你狠狠地教训了一顿吧？你瞧见了？我年少时鲁莽，在天宫闯祸，惊动了天后，若不是天帝大度，只怕我孔雀一族都要受天后训诫。不然呢？你以为天帝怎么会及时赶到？我是看你可怜兮兮，都快哭鼻子了，才悄悄地央了天帝过来救你。舒儿，
我从来没有想过，有一天你会成为我的妻子。如今想来，那个时候就能遇见你，真是再好不过了。是啊，再好不过了。哎，你说以后我们的孩子会是孔雀族还是龙族啊？我希望是龙族，在一等仙门出身，便不必再承受那么多的冷眼。只要是你的孩子，我们的孩子，就都好。我会用尽我的所有，去爱护他，养育他。舒儿，从前是我没有能力去维护你，但从今往后，你身上所有的重担，我都会和你一起挑的。下一颗泪结羁绊，伴住朝暮更迭，四季轮转，万年如梦，风起尘埃，思念。我想你也知道了，我是真神，应当继承祖神一直守护三界，不该在一个人身上投入那么多的思念。其实情思是我自愿被抽走的，没想到被你苦苦找回来，挺困扰的。对于我而言，三界的众生都是平等的，包括你。正好我们的缘仅此两界。谈三生不换，谈此路迢迢，心无相伴，生圆满，盼来世情长，盼花开花谢在共赏，与你手岁岁朝朝。不好好休息，怎么跑来喝酒了？梨花酿后劲很大，别喝了。
我。华叔公主和蓝风帝君真是一对璧人呢，那是天作之合。参见华叔公主。帝君怎么迟迟未到啊？该不会有什么变故吧？帝君那是太开心了，还在准备呢。快去凌雨殿，花兰峰帝君来举行大婚。是，我立马就去。凌雨殿出事情了，玉凤，蓝凤，帝君，蓝凤，帝君，蓝凤，帝君。不可能！
你怎么了，好不好？先是沈璐，先是沈璐呢？他告诉过我，身上有天帝送他的玄石沈璐，可以起死回生，一定可以救活他的。玄石沈璐呢？小仙不知啊。南方帝君，内丹虽定，玄池神龙恐也无济于事。让魂灯，有让魂灯就可以追回他的仙缘，是不是？让魂灯，风月长老，求求你，让魂灯。让魂灯早前已经修复好，我这就拿给你。碎片也不复存在了。华叔殿下要是再不回来，仙缘恐怕就要消失在时空乱流中了。叔，丢下我好不好，风？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啊？你说过你会拉着我，你说过你会一直陪着我的，你还没有做呢，你怎么可以走啊？我还没有告诉你我的心意，你又回来好不好，蓝风？蓝风，你又回来好不好？蓝风，你回来！蓝华叔殿下，为今之计是尽快找到杀害帝君的凶手，报仇雪恨。是谁杀害了蓝风？你们为何都不在凌雨殿？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公主殿下，半个时辰前，帝君突然屏退了殿中所有的仙官，也不说为何，只是吩咐我不要声张，让我带领着大家到大殿前去打理大婚事宜，却哪知发生这样的事情。到底是谁在天宫当着众仙君的面刺杀我天宫代长者？看来需用观世镜一探究竟。如此狡猾，竟用灵力和黑雾掩盖了身份。
是九尾狐，这妖孽，真可恶！姬灭伦，杀害蓝风的是狐族至宝姬灭伦，是红若。